地上的小蚂蚁，他们的头很大，他们的腿很细，他们拿着苹果手机，他们穿着耐克阿迪，上班就要迟到了，他们很着急。我那可怜的吉普车，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，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。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知道他很难过。我悄悄地许下愿望，带他去蒙古国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一年一年飞逝而去，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，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。生活总是麻烦不断，到现在我还没习惯。都说钱是王八蛋，可长得真好看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不想这样活着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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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这样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60岁后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要学会知足而长乐，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谢谢今天的西安，谢谢恒大星光音乐节，谢谢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谢谢灯光音响，谢谢大牛，谢谢跟我一起身边跟我一起战斗的兄弟们，谢谢你今天每一个人，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60岁后去寻找我想要